今天星期天，北嫂过来看我，来找我玩。然后家里面刚好停电了，做不了饭，然后我带他们来这家印度餐厅吃饭啊。这里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，以前来吃过几次。阿杰哥，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，主要是我看不懂英文，你自己来啊，我看不懂英文的，反正你们随便点，这里菜很好吃的。贝拉和大杰哥应该没有来过印度餐厅啊，他们点菜也不知道点过什么，因为这里的食物和埃塞俄比亚的不一样。23 soup yes 你说可以，他这里汤很好喝，之前我喝过。今天大杰哥的笑容都要多一点了，因为看见你这个美女了。来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干一杯，来 Cheers 干杯。我们先点了一份汤来了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得惯。好吃，好吃 good。 应该你们没有吃过这个印度的饭。咱们的面条也来了，还有这个鸡腿，那来一个烙饼。来，我就给你们分一个，要不然你们两个不好意思了啊。好，快吃。哎呀，好辣，我刚才放的这个辣椒啊特别的辣。然后我们的菜也上齐了，就点了个四五个菜吧，我也叫不出名字来，他们点的。印第安椰了跟他们吃的那个椰长得很像，但是这个是面粉烙的。我说这个辣椒把我辣惨了，你猜大杰哥怎么说？bad 但是这个辣椒太坏了，把我辣惨了。大杰哥今天的笑容明显就不一样了，而且他主动跟贝拉两个聊天，昨天和前天他不跟我们两个说话。这餐厅里面是印度人开的，它里面做了很多都是印度人的。其实你们看一下，印度人跟他们当地人的话，有的比起来比当地人还黑一点稍微。电影 Movies 我知道电影。哦，你那个印第安的朋友。对。哦，你还有印度的朋友，男的。我忘了。哦，你忘记了。对啊。然后你来我这里了。对。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。哦，男的，所以说你把他忘记了，是女的应该你不会忘。这里就是这个餐厅的后院啊，但是我看见这里有一棵果树，这果树我还一次都没见过，好像是那个牛油果，我也没有吃过牛油果。我感觉他们应该吃饱了吧，然后坐在这里都开始没有动了。 OK 八嘎，我吃到了吗？我吃饱了。知道吃到了吗？迟到，怎么可能说迟到？迟到吃饱，你不吃富，你吃饱了吗？你吃饱了呀。 I am full。你呢，大杰哥？大姐，富而乐富。不知，你吃饱了吗？对的。你给他翻译，你给他说。对。那行吧，那等一下我们买单，我们就走。他生气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吃好饭回来了。但是我发现我们回来的时候，那个餐厅里面非常多的外国人去那里吃饭。证明在这里搞一家外国餐厅还是比较可以的。他喝多了。然后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大舅哥做得非常好，有一个酒醉鬼拿着根棍子要给我打过来，大舅哥直接冲得上去了。好了，不理他们了。好。